小费收到了吗？嗯，还挺多的，是不是给错了？那些钱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你需要助学资金吗？我可以跟他们提。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只是看你工作累，心疼而已。不用了，我又不是让你去卖身，你就当助学资金好了。那就走正常程序吧。盛南杰，你真是老古板。是挺古板的。盛南杰，你是不是很讨厌我？那你呢？为什么讨厌我？你是讨厌我的人，还是讨厌我贫穷？是啊，我讨厌你，讨厌你让我羡慕，让我嫉妒。明明那么贫穷，那么孤僻，那么瘦弱，那么一无所有，却会让我自惭形秽。我多么想跟你一样，可是做不到。我能做到的，就只有讨厌你。所以才有味道。我的嫉妒里，有腐烂的味道。可是，我们宿舍也没有说只有大学生能入呀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骗了我们，而且一骗就是两年。嗯，也不能这么说吧，他是骗了我们，可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。怎么没有？我不就是吗？哎呀，你们到底怎么想的？快让你紧搬走吧。不至于这么严重。你呢？你怎么想？我，我才搬来，也没多久。这有什么的呀？你就说你怎么想的吧。我弃权。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对傍大款的女人这么仁慈了？和这样不干不净的人住在一起也无所谓吗？万一有男人闯进来呢？万一有原配来找事呢？你们的父母要是知道了，能接受吗？盛南姐，盛南姐，我们在讨论要不要让倪锦搬出去，你怎么想？他们无所谓，我可做不到。反正有他没我，你们看着办。行了，我搬走，这样行了吧？Thank you.
么了？你们不都知道吗？具体没算过。努力生活的那点吧。你问这干嘛？我猥亵他，让他告去啊。Of course。腿。符咒。